欢迎来到水上除毛乐园，一起来见证一场激烈的水上除毛比赛。首先有请我们的第一位选手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好像不是很激烈啊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的选手重整旗鼓。好吧，肯定是这个水板太滑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的选手又来了。看来我们的选手必须要使出绝活了。阿多给，火动给，翻墙不露给，各种克隆格朗给。此刻我已经蛮有信心说话，你们积极看吧。